师要补班。跟昌米，我正要生日快乐啊！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有这排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快乐快乐，谢谢，开心。所以很多碎石滩那边，然后像这边开始石头比较大的地方就不要过了，因为外面落差很大，其实你这边你下不去，所以我们建议在比较区域是在那个小的石头那边，有看到？然后那边其实现在因为它在退潮，所以我们可以稍微一直往前面去探，但是不建议走太前，以看得到的走踩得到的为主，不要超过沙滩了，区域就是在。细的石头那边不要超过那个沙滩，因为那个沙滩很多人什么游泳啊，然后接下来就是看大家怎么发挥了。OK， 出发 ，Go， 走，跟着毛毛走。去哪里？你要先射吗？射出来。好、哦，开出第一枪。是吗？通了是不是？没事。海参吗？我不是，是吗？哎、欸，软软的、欸，是真的假的？哎、欸，好像是哎、欸，还是什么？是哎、欸，海参哎、欸，要加菜哦。这个冰箱，查米，海参，这条黑的，捡起来吧，触感超软的。啊，鸟笼，各位，哎，好粗哦。哇、哦！我要中了，钓鱼！在喷的，哦，钓鱼吧！这个不在吧？哦，这边有哦，咬很凶哦。啊，真的假的？这边有一只，有几只很凶哦，这边哆一直啄，又啄了。敢落水咬哎、欸，头发吃掉了，把头吃掉了，好呗。凶，可以凶。石狗公吗？不是啊，他说这是黑猫的一种，很石狗公的感觉。你自己解，搞啊，怎么了？掉了、哦，你要搞掉一半，掉一半，掉一半，还有点乏力的。OK， 扣起来。对哦，这个乌鱼子21公分。OK， 嘴巴里有东西吗？没有东西，没有。OK， 好，好，走，看他会不会撑墙壁，还是游走？他有点累了，钻石头，他有点累了，钻石头。然后他休息吧，我们去吧。就往里面塞塞看，塞穴。阿毛也教过我要塞穴，塞起来。先站稳再说，塞穴。有可以，我觉得会有，我觉得会咬。哦，这边有粗的，哦，再棒，再棒，是哦，不错哎，对啊，这边的体型其实都蛮棒的啊，不错哎，20啊，应该有20吧，20的土班。这个地方真的是太远了，没关系，你继续丢，继续丢就有了。哦，放到脚上。哦，是哦，对吧？
哎呦喂啊，这边很多啊，很凶的。哇，这也是刚刚那个吧，黑猫之类的。对，黑猫值班，很像死狗公啊。加油啊！换小一点的。你不觉得现在的景象有点似曾相识吗？对，我好久没有淋成这样子了。阳光汉堡，现在是什么？仙女大师啊！大师啊！湿的不行。我们不要小师哦，我们要大师。对。大师加油啊！大师。夏天啊，现在根本没到夏天，就是梅雨季跟雨的感觉啊。我不知道住错什么，我不知道。现在生菜吗？臭味道，臭味道，有个草，我看，我不要闻，有个草。可以，而且这又小，我觉得他们应该很爱。对，我都去吧，臭味道。等一下调整。好，那就接着到这边了啦，没关系，弹一下看看，弹弹到。你叫我碰我，站起来。哦，好吧，没关系，下次我再挑战当仙女大师。好的，就这样喽。OK， 拜拜。好，我们现在抽的是那个 Spoon 王的亮片。那是溪流杜亚专用的小克数的，然后整套有六个，每一种克数有两个，两种颜色这样子。好，就开抽咯。噔噔噔噔，七十七个人里面抽两个人，来按下去。好，恭喜我们的李少和还有 Paul H 抽中了，恭喜你。那麻烦以上两位抽奖者私讯我们那个钓鱼吧的 FB 粉专，然后把你们的资料传给我们，我们会寄给你。好，谢谢。有了有了，终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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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哦，谢谢。